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组呢，是 Hello Kitty 的趣味收音机。那 Hello Kitty 呢，一直都是小女生的最爱哦。它的商品呢，就是都是那种小巧精美啊，很可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组的包装哦。这一组呢，它是那种卡装式的，还蛮精美的包装。然后呢，它有 ST 的安全玩具标章，好，所以父母可以放心的让小朋友来使用。那它背面呢也有商品的解说，好，商品的说明。那这一组它是吃三号电池两颗，好，然后呢不能使用碱性电池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它的内容就是有这些，好，它还有附一个小提篮，哈，这个小提篮小巧精美。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商品的小标小包装盒，很可爱哦。然后这里还有酒罐啊，哦，有没有很有人情味啊？很像小时候的那种饮料罐。好，那我们先大概来介绍一下这一台收音机。这一台呢，这里呢，它有那个 Welcome 还有 Thank you， 它会讲话哦。Welcome， 哈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来。人家买好东西了，小朋友可以来按，可以按这个计算哈，每一颗按键都有声音，而且呢，它还有音乐哦。那哦，还会讲话哦。哦，这又是不同的音乐了哈，而且它还有灯光哦哈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收银柜台哦，要结账了。收银柜台里面有附纸钞，还有钱币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发票纸哦，小朋友可以自己这样转发票纸，还可以这样子卷出来哦，然后撕下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条码机，好，按这里，你看它有声音哦，哈，那小朋友就可以假装在刷条码，很好玩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刷卡的刷卡片，哦，还有声音，它也是有声音。好，那跟它同性质的商品呢，还有一组这个小叮当的，哦，小叮当那个功能性其实都差不多，哦，只是它的那个授权人物不一样。那可能小女生呢，就是喜欢 Hello Kitty， 那小男生呢，就是喜欢小叮当这样子，看小朋友的喜好来做选择，好。那么妈妈赶快来买给小朋友们玩哦。